为着将台南努力打造新希望公园，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今年第一场大型就业博览会。这次包含着服务业、传产业、科技产业，总共82间厂商，开出了4153个工作机会，希望会当帮助市民甲在地企业媒合，和大家拢会当找到适合的头路，继续往台南好生活目标来前进。十八号上午，台南市的工教伫咧生活文康娱乐中心举办今年第一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台南过去在六都当中连续四当中保持失业率上低，政府单位希望会当持续打造希望工园的环境，特别透过举办就业博览会，希望会当协助市民更顺利找到适合的工作。咱伫台南袂使讲甲即个企业弄一个共识，咱要用好的劳动条件来抢到人才，因为现在人力缺口是蛮大的啊，抢到人才，大家拢袂使先提早上欢喜，咱还可用个相关的劳工福利、劳工的措施来把人才留下来，永续就业、稳定就业，这那是阮甲企业来办这就业博览会最终的目的。所以咱的企业嘛，拢有这共同的理念，分享、创造、共好、利润共享。这次活动邀请包括服务业、传统产业以及科技业等82家厂商，拢总开出4153个就业机会。其中薪水达到30000以上的职缺的将近60%，特别是最近几年，台南科学园区竟提供上万的优质工作机会。今年园区台南三期嘛，将会伫年中陆续提供予经济厂商做伙进驻建厂，就厝买当提供经济优质的工作机会。我们的园区事业伙伴今天有9家的园区事业伙伴一起来征才哦，也提供超过1400个工作机会，其中有半数超过60%都是40000以上的这个高薪的一个就业机会哈，都是超过薪资水准以上的就业机会，所以我想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共同提供优质的环境，尤其是在市府团队的协助之下，我们让南科周边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很多人都愿意搬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希望一起共同来提供一个优质的生活工作。活动现场会当看到满满的人潮，市府希望透过相关活动，让想要转职或者是求职的朋友，有更多元的工作项目和方向会当做参考，进一步找到上适合自己的工作，做伙为自己和社会更好努力。记者刘平，彰化区采访报道。